6月11号，韩国偶像男子团体 iKON 的首次中国巡演在上海收官，出道还未满一年就即将举行全国巡演，可见人气之火爆。在演唱会开始前举行的发布会上，成员们表示当晚将为粉丝献上精彩的表演，另外还为粉丝们准备了特别多的惊喜环节。包米还透露，在演唱会上成员正焕有女装表演，尹浩还将展示自己流利的英文。他们还坦言中国粉丝非常有热情，有韩国粉丝没有的魅力。发布会现场，爱看到每位成员分别评价了坐在自己左手边的成员，并回忆起辛苦的练习生时期，几个人一路走来非常不容易，他们一直都在努力。而对于十年后爱看现状的猜想，队员们也坦言十年后的情况谁都无法猜测，但是希望到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在一起。